这个题板已经拿到舞台当中了啊，这其实也是为了让邓莎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些个相声才俊啊。他每个人都会对你说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首先是以亲爱的邓莎女士为开头的啊，要必须要有这个开头。之后他们会选三个词来组成这一句话，比如说，当然我选过的你们是可以再选的，但是之后你们选过的就不能重复了。你来举个例子，我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亲爱的邓莎女士，还爱吗？对不起。我走了，你赶紧走吧，他一点不拦着我呀。那这个顺序是可以换的吗？就随便选，随便选，随便选的啊，随机的，随机可以。对，我们这个规则都了解了吗？没问题。从谁先开始呢？我，就是先来的有优势啊，因为你可以选的比较多啊。好，这是上海小伙张玉啊。哎，我叫张玉。可以先拿上海话跟邓莎打个招呼。邓苏，邓叔啊，啊，对，上海话。哦，我们叫小名啊，苏苏，我叫张玉。今早看到侬老开心的，听得明白吗？今天看到我你也老开心了，哦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上海话说的不错啊，但是这句不算啊。好，这句不算，咱们来这，哎，这，我头一个嘛，头一个啊。亲爱的邓莎女士，别离开，我爱你一辈子。我觉得最温馨的词儿被你选走了，来，我给你划掉啊！当然了，来，你选过了，这个就划掉了，是吧？别离开呢，别离开啊！别离开，好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一辈子，一辈子，一辈子！哎呦，最深情的仨词儿啊，都选走了。好，来，张玉，你可以，就后边吧，都是好人，这个我来。哎，你是哪儿的人？我山西人呢。啊，山西人怎么介绍一下你自己？拿山西话说啊，对啊。你好，我是火星城。啊，你听出这醋味儿？听出来了，哎，酸不酸？你说啥？你瞧我这没说上海话好懂呢，我这啊，你再说一遍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霍星辰，这就是。我还是没听懂那个名字。我名字叫霍星辰。霍星辰，哎，直接来吧啊！好，亲爱的邓莎女士，我走了，信不信？你闭嘴。哎，你这三句也特别找抽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怎么欠不登登？真是啊！哎、好吧，这上来就我走了，我觉得邓莎还挺高兴的啊。是吧？那后边是什么？哎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信你闭嘴，你闭嘴！哎呀，真好，找抽派的啊！好，就上那边歇着去吧。你别，梁元啊，也先让这个邓莎认识一下啊。我叫梁元，亲爱的邓莎女士，还爱吗？明白了，毁灭吧。直接把人扔悬崖下边了啊！你这有点吓人啊！好，就少奇啊，邓莎老师，这个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思雨，他们把我们词儿都选了，真的。哎，亲爱的邓莎女士，真心的，我不配，你走吧。你不配，你让人家走。我走了，那给划掉了。我是想说，我走了。行吧，他不配，他把人轰走了。行，你也走吧，你也走吧啊。哎呦，接下来这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，现在当今创作界的一位翘楚。哎呦，谢谢。来，先跟邓莎老师认识一下。这个我们认识啊，认识。这个是我是北京虾包铺的相声演员，叫刘钊。我是北京，今天没有北京人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北京人。北京的这样的女孩是特多，这不算好看的，咱这。嘿，完了！我先给北京人拔拔面，是不是？当然，你要跟愿意跟我们北京人搞对象，我们也都特别乐意，也乐意。我老公就北京的，是吗？哎呦，像他那不开眼的少。哎呦，对，反正他老公。所以你们北京人还是挺吃我们这一套的。对，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嘴上觉得哎那么回事儿，其实还挺喜欢。对，行，那看你这个内心戏怎么样吧啊？我看那我刚才挑好了，亲爱的邓莎女士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别烦我了，你吓了我一跳，你知道不知道你？哦，你吓了我一跳，你啥呀？你吓碎，哇，垮掉了，形成不了一句话。觉得是什么吓你一跳呢？就长得呀，就吓你一跳。这邓莎，你要遇见这么欠的一人，你一般怎么回复他？一边去，一边去啊！那他也站一句，他也站一边去。我谢谢你，真心的。去那边，好嘞。这个，哎呦，这又是加六字，你们也认识吧？我们不是，我们这是刚剪，来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啊，那个邓莎老师你好，我是孙超。啊，这到我这没什么了，来吧。到我这我不应该站最后一个，我现在大小个排的。还有更后的。哎，你是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是。哦。我看看啊，船底啊。
看我啥意思吧。嗯，来来吧，亲爱的邓莎女士，过去了，不是，算了吧，谢谢你。就过去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亲爱的邓莎女士，过去了，那行算了吧，谢谢你啊，就是人没理你，哦，就是不用说出来，典型的自我解嘲，说得过去，这个让邓莎来挑一挑吧，你觉得这六位哪个还比较合你心意？我觉得应该挑我，我没理你。我觉得我没理你，我这个是你别理兄弟，你长成那样，你不愁啊？我选那个熟一点，我选刘钊吧。哎，哎呦，因为他说的最不打动我，最不打动我，最差的真宅，那怎么说话？但是让人印象深刻，就最气我的，其实是想最招我注意的。刘钊，你长这么大，你看人家出其不意，反倒引起注意了。得到过这个这么漂亮的美女的赞赏吗？这电视播吗？播没有，是不是？人也没带上他呀，你是。好吧，那这个邓莎选三个词来回复一下刘钊吧。嗯，刚才我好像已经说过了，可以选重复的啊。重复的，那我再说一次吧，好吧。你看着我说，来。还给自己加要求。说出要求。亲爱的刘钊同志，一边去，真心的，我谢谢你。嘿，好，哎，大快人心的，就是这仨词我都不这么高兴往这儿来。你明白邓莎是什么套路了吗？就是给你叫过来，再让你一边去。太损了，你满意吗？我能满意吗？我。